量的功率是不是一样？一个是讲风，讲懂了没有？在无主的观念上，你讲的空就是其中，所以才会到三月三分之一叫这个会。还后来到这个打猎，剥肉边菜就这么来。谢谢，看谢谢了。我们还继续讲我们精神，越讲越听有精神啊！你有精神的，就好奇，我好奇。好，我们看啊。